黏糊的尖椒干豆腐，三丝儿，人肉末，老虎菜，油焖大虾，我妈的半月板。耶！就这菜你吃去吧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烫啊！蘸点醋，啊。住手吧，别打了！你快尝尝这三丝儿，老好吃了，这大点口型。哎妈呀，还吃高兴了，老好吃了。来，大姨给你换筷子，那筷子掉了。来，大姨给你扒个虾。不用，大姨，营养都搁皮上，皮扒给我妈吃。哎呀，这我不能吃，太辣了。就是。哎呀，大姨还给你削葱了呢，忘了，忘拿了。妈妈，这葱不是山东的，我不吃。儿子，你要耍吧，你就别拍我们了。咱们楼上邻居都耍上了，老太太60多岁了，人家说你身上有东西，太丢脸了。哎呀，你可听他的了。哎妈，咋的了？咋还吃哭了呢？是大姨做的不好吃吗？就你给孩子打哭了，那不是大姨做的菜。净他妈亲那幺蛾子，有完没完了你？别哭了，哭哭吃饭对胃不好。别哭了，这哭着给大姨心疼的。不哭了，你滚出去！吃完饭再玩。